事實上即係咁多咁耐以嚟嗰、那個即係大陸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即係咁過分嘅封控咧，其實真係好對，即係做一啲基層特別基層嘅市嘅人民嘅，即係做好大嘅困難啊嘛，生活上困難。我覺得好，即係終於有人開始有呢啲行動啦，即係一個好嘅開始。像廣州還有成都那個望城街，就是都會有很多路人在罵那些集會的人，就是說他們在擾亂社會，他們都是境外勢力這樣子。